吉宝三五 AI 幸福嘉年华会华山文创园区登场，现场规划亲子游乐区、世界美食区及爱心公益区，加上一系列的精彩表演互动节目，凝聚员工与家属的心。那也有些同事是带长辈一起过来，那让家人可以对于我们公司有更多的认同感。对，当然我想说这次呢，就是周年庆很有意义。因为每个摊位都有特色，像蛋糕啦、现做面包，甚至是小朋友喜欢的洋芋片，还有一些馒头都不错。吉宝结算所见证台湾金融市场繁荣成长，更是推手回顾35年的发展历程，从最初的集中保管业务到现在多元业务，打造国际一流的金融大后台。我们今年的这个吉宝的总保管的市值呢，已经突破1兆元的大关了，所以这1兆元的这个大关呢，这个天文数字呢，也是我们的吉宝的一个里程碑。我们的营收呢也突破了90亿元，最后盈余呢达到60亿元。透过嘉年华会展现吉宝多元发展的丰硕成果，未来持续精进，为台湾金融市场写下新的篇章。三立新闻台北报道。